我想治愈在你的额头。你们是不是本来想放这种黄鳝吓一下我们，没想到我们一个都不怕是吧？有人怕。谁怕、啊、谁怕，没有人怕啊。怎么怕啊？可以抓起来现吃啊。怎么可能怕？我自己广东人，我跟你说，对啊，没见过广东人啊，只有三个广东长大的。对啊，你怕不怕？哎，我又抓到了一只了。对啊，我用脚都可以抓一只上来。你们这种小心思啊，一看就看出来了啊。哎呀，你们有抓泥鳅的功夫，找找乐器呗。